让我加速吗？
说家伙，你受得了吗？Thank you.
是又腥又臭的，有没有一点，有没有好吃一点的？你是说十一点吗？我也发现了，十一点钟会开始变严格。来猪。最近缺维生素 B， 上那两个大嘴巴子吧。
就不见了。我看你不是雀斑，你是欠抽，你觉得呢？夜城堡的君王，你要干嘛？
以吗？我要停下，继续喂饱我。让我看看，是谁把江湖良的手停下来了？你再帮我抽万元宝吗？谢谢老陈的《冰雪奇缘》，比心，阿里嘎多。好了，我赶紧睡觉吧。波波啊，谢谢老陈的四个《冰雪奇缘》，你是不是被发现续费了？你会被打吗？会被揍吗？
椅子吗？椅子好像我买的时候是5000多。嗯，怎么了？你要买椅子吗？你坐什么椅子啊？你坐我就行啊。我的椅子送给你，你来当我的椅子吧，好不好？让我天天坐着。
看我穿白色，对吗？你都要有多想要啊？我看不出来你很想要啊，能不能给个反应啊？说要，我要，我要，要什么？娃娃鸭子吗？你求求我，我就给你，好不好？啊？欢迎城堡。谁呀？谁跑进来了？我觉得黑的不好看，我可以换一个，换一个白的，换一个黑的。我本来就有药呀，我本来就很大，
现在知道我是大熊妹妹了吧？知道了吧？我们来玩捉迷藏吧，我来抓你，你赶紧藏起来好不好？妈呀，我瞎了。我看不见了。等一下，我还没有开始呢，再等我一下。看不见了，我怎么抓你啊？洗碗机吧。好了，我要来喽。是车里吗？我要开始了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我摸到了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
手指头吗？这是谁的手啊？这么粗？应该是啊，小明的手吧？只有小明的手指头才有这么粗呢。你不是小明啊？那抓错了，是暖宝吗？我记得暖宝也是胖乎乎的。喜欢吗？我戴个手套，你喜欢？你喜欢摩擦你吗？谢谢南初的灵活，卡里嘎多，可萨，斯米马谢。好了，床下鞋两双，然后我就不知道了。然后不应该是
是你们做的事儿了吗？让我来看看我们直播间小哥哥的做事水平如何。你的小哥哥吗？真是太有文化了，简直就是现代李白。不可以，我还没有叫你开始，不可以动，听到没？女的一关灯，男的泪汪汪。蹭蹭也不可以，出去，走开。不要，既然你可以自己解决，那就不需要用到我了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不要做了，不要做了。你们这事做的我都快要憋不住了，真的不要再做了，人家真的马上就要憋不住要出来了，我想笑啊。跟黄鹂谈恋爱，一行白鹭搞破坏。天使摔
凌晨三点。直播间里的哥哥都好可爱，可爱的我想。
怎么冲都冲不出来，我想折下来了，应该全冲了吧。我说冲咖啡呢，你们在想什么呀？被老婆发现了怎么办？那你赶紧把我塞柜子里，快快快，快把我塞柜子里。我躲好了，你可以和你的老婆开始了。你放心，我保证不会发出声音的。会不会吐啊？都吐到嘴巴外面去了。
叔叔真好吃啊。更好，回来呀。
欢迎秦淮。为什么我听不到什么底噪？我觉得底噪还好哎。你知道，老师今天叫你过来，是因为什么事吗？为什么上课不好听讲？为什么不看黑板，天天盯着老师的腿看啊！你再这样，小心我叫你的爸爸来学校哦。什么？你要拉着你的爸爸一起看？放肆！你把老师当成什么了？你有大腿吗？我知道，你是在盯着老师腿上的蝴蝶结看吗？我知道这蝴蝶结很好看，但是就算很好看，你也要认真读书啊！你可是我们69班的高材生，之后是要考进国际名校。你不想去的，你这样再不好好上课，我觉得你连新东方都考不上了。所以我觉得你该认真一点了，知道吗？你要笑，你都学会了吗？寒暑你不笑，我看你啊，再不好好读书，以
以后就没人要了。那一百一，你领了他们。大头是呆呆吗？呆呆，对的。嗯，波波，林心，是你喜欢的娃娃机。那你睡吧，晚安。什么？你带着你的爸爸一起看？不行，你爸爸交学费了吗？就看，让他过来把学费补齐了，你们俩一起看。你要相信老师教学水平，一定会让你的爸爸还有你一起考入南翔的，好吗？别搞人物，那我闭嘴。
一口一个胡椒。
还雨天，好痛，撞到脑袋。记得亲一亲背包，免费的火疗哟，把它叼住了，喂我嘴里，我一口把它吃掉，让我一口把它吃掉，啊！你说我要不要换件衣服啊？细细绵绵的粉丝牌，我有一件更好看、更好看的衣服，要换吗？真的不换吗？他真的真的。昨天的好好看，那要换的扣一吧。我要看到满屏的你，我才换啊。
好看吗？我感觉袜子是不是要换掉？小眼神的超表情，不对，是小神的超表情。阿里嘎多，往这里亲，哎呀，我是个主播哎，能不能注意一点啊？你把这里亲红了，害得我只能用口红去遮盖它了，被大家知道了怎么办啊？啊？熊姐来买的房，快意思了我。
Thank you.
这什么玩具？那就不要回去了。我被逼了一次，跳舞的时候被逼的。不要压枪啊，压久了枪会坏掉的，到时候又要换把新的。
说可以给你的拼多多砍一刀，还可以给你的朋友圈点赞。现在你听到清楚了吗？我操！妈的！一个，两个傻逼。对不起。今天不能骂人的，我说过，如果我今天骂人的话，我就打自己一巴掌。可是不是老头发的信息，是群消息。群消息怎么办？是很多人很多人的那一种。
苹果的守护，小心一点啊！今天可是黑白双煞，等会儿要是不小心伤到你，
仙人堡，是图瓦的哥哥。谢维埃的魔法说阿雷嘎多。谢苹果的玩具卡，爱妞。枪爆了，噔噔噔噔噔呀，完了，你在哪儿？四绝变，玩电脑呢？玩电脑回信息呢？
人家都抢着进来，你怎么可以出去啊？蓝妹，我不准你出去。不可以进来了就不准出去了，知道吗？准备好了吗？
你最喜欢的那个？是坏女人，我要玩击坏女人。
欢迎冷茶。嗯，我看什么？走了呀，
不信啊。要不你去试试啊。眼睛里的魔法书是好朋友了，用什么呢？说说吵架，
准备好了吗？谢谢一下哥哥的钞票奖，还没战斗，感谢什么事？乖乖，乖乖，应该有事。Thank you.
现在不能站起来，管管又吃醋了，扣工资了。
叶刀寒的三本魔法书。是不是怪好看的？对不起，忘记你。接太多广告了，主要是还没有吃饱，所以接的广告有点多。但凡哥哥要是会帮我的话，我就不至于接这么多的广告了。谢榴莲的毛仔书。谢谢，还想瞅着你的两个月见识。
谢谢，谢谢金的钞票枪。真的找不到吗？可是他们都找得到。
问一下，我问问好不好？嗯，等等我。Thank you.
瞒你，怎么样？嗯，乖，乖乖上药。你怎么这么不乖啊？欢迎俊爷，你都长了这么大的痔疮，你不上药，你的痔疮好不了的。快，快过来，躺下，乖乖的，不要动。上了药。可能还有一点点痛，如果你觉得难受，你可以叫出来，你可以跟我说啊，好痛，乖，我要起来了，不要拖着我。好难度，你还没睡，你还没有睡着，是我的技术太差了，没能让你三秒钟就睡着，都两个小时了，竟然都两个小时了，还没让你睡着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问题。听着，当然睡不着了，忍的才可以睡得着。哥哥，你们家的床板真的太硬了，可以换一个软一点的吗？这坏女人，欢迎老陈。
过来，我把你的耳朵
也是好累，换一个吧。进入周公榜的守护，开通守护是可以进入到周公榜的，所以开守护吧。你跟虎牙一号，我们就是好朋友了，小宝贝。一个火牙一号，我们就是好朋友了。